感觉很好。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哪里？我要带你去一个。你喜欢吗？对你超爱的，你超爱的卡通人物是什么？米奇。我要告诉你，我要让你在尼泊尔这边成真。你说到尼泊尔吗？对，尼泊尔有迪士尼，没错。梦幻的那一种吗？非常梦幻，而且你会哇！米奇会给你拍照这样子。耶、yeah, ，而且你会哇这样子的。非常的 exciting 的，好，对你看到你的话，你会疯狂大笑，然后会很嗨，心情会很好，心情会非常开心，一切罪恶全部都没了。什么罪恶？你会觉得人生豁达。好，对，什么事都可以完成。好，我现在带你去喽。OK OK Go， 米奇，干嘛？干嘛？这吗？干嘛？有没有看到？你们看到？我带你来了最梦幻的地方，有没有？我觉得这米奇长超可爱，超可怕。那你的梦想呢？你没有觉得很快乐吗？就已经很快乐了。旁边警卫傻眼了。耶、yeah!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这个是入口，你往后看就知道了。有没有看到迪士尼 land？ 哇、wow! ！你干嘛？你干嘛？过来。Come on。啊、什么？你不是很喜欢米奇吗？ Yeah! 你不是超爱米奇的吗？哎、欸，他真的叫迪士尼 land 哎、欸！快点呐、啊，我都带你来了，你还不玩？哎、yeah! 欸，很棒，好不好？迎接你的第一只米奇。可是你长超奇怪的、欸，你看。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小夏，我是小杨。好，我现在带他来到了一个叫做尼泊尔波卡拉的迪士尼类，他真的叫做迪士尼类。我刚看到了，有没有看到？还不错吧？有没有觉得豁然开朗？童年崩坏，这是噩梦，这是叫噩梦。这个这样对吗？这个迪士尼这样长对吗？他长得有点恐怖哎，你不觉得他长得像有点像那个小丑吗？就是他，很像那个他电影那个他。我们先看有什么东西的，快点来。这个我们应该塞不进去吧？这太小了吧？他没有开啊！海盗船你敢不敢跳？海盗船我可以，会不会甩甩甩甩，最后被甩到湖里面去？湖还好，这一面就不太好。We want to buy a ticket. OK， 来，他把自己关起来之后呢？哦，看到了，博卡纳迪斯兰的卖票地方，有没有看到？他是风火轮吧？你要玩吗？我先打给我妈，那不然可不可以加保这样子？对，就再加保一下，对，赶快先加保完之后我们再做。他们不是康鬼啦！我们要不要 follow 他们？你说他们玩什么？我们玩 ？Yes。You want to play? You guys want to play this? Yeah. Really? Really. How much for per person? 100 only. 120? 100 only. 100. 够啦。人家都玩了，好不好 ？Is it safe now? Yeah. Really? Yeah, yeah. Okay, 2%. 我怕高，我不高，先拿给我妈加保。好，先拿给妈。我觉得玩完这个，该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我会不会哭啊？不会啦，我是不怕高啦，但是他那个有点声音，有点让我害怕。对。我们买了票，买了票。Have a kid. Yeah, thank you. 他们竟然玩这个叫做约会，而且他们很浪漫哎，就竟然叫做罗曼蒂克约会。我会生气，如果我男朋友带我做这个，我他妈真的要生气，我真的也会生气。而且他没有砸门哎，你有没有看到？他没有砸门哎，他的安全感也太特别了吧！哇，酷哦，拜拜。他的安全感真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安全。你穿什么？什么样子？啊！笑死我了！啊，真的很傻眼。而且你的可以拔开耶，你有没有？我帮你拔。哎，我们到最高点，我们下去了，好快哦！太快了！我疯了！
你看椅子上没人，椅子上的人不要玩了，不要玩了。外国人傻眼，你有看到吗？这个摩天轮的速度，我觉得有点洋洋的。Enough, enough. Okay, okay, stop. Okay, stop.开放式的哦，开放式的，这不是应该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吗？不会啊，你没有觉得心情豁达了吗？没有，哇，心很累，变慢了，变慢了，有吗？我觉得没有变慢哦。外国人很开心，拍了一个照，我们现在在娱乐大众。慢慢转到变慢了，有点晕，我有点傻眼了。到底这里哪里浪漫？在台湾坐摩天轮是可以揪一下的，算是揪一下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竟然还有树那个胶带最高点？让我下，让我下，让我下，我要下车，我要下车。好。他用这个在操控，对。他哪有认真工作？他刚离开港首，哎，他刚离开那个地方爬上去，哎，气死宝宝。春末下来的感觉很好，好，我们过得很好。我们要去迪士尼梦幻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他这边还有就是 only for child， 就是只有小朋友可以玩的。Hello。啊，旁边这些也都是 only for child， 就是水中碰碰船。然后你有没有看到那边？那边还有个海盗船，那个是会旋转的，很那个很恐怖。哇，还要人推耶！我们现在在虫虫危机上面，很疑惑的东西。他为什么不会唱歌？等一下。不太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子抖？他真的在笑。耶！挂了绳。我需要休息。你才玩两个而已。好想吐。最崩坏的那一种哈马式小火车。嗯？这个门就云霄飞车啊！你没有看到它开超快的吗？超快的，太恐怖了！它这边什么都要比速度就对了。让它有一个快的，然后让它慢慢走。可上面有一个，哦。我跟你讲，我带你去看一个东西。我好像看到了。我跟你讲，会让你满怀开心的想笑。我去给他拍照，你会非常开心。哇！哇！喂！大家，大家，有有有大家。他在讲话吗？他学长老要讲话。You like Mickey, but you speak.You're not Mickey? No, no. Who you are? I'm a girl. 唐老鸭。他说他唐老鸭耶。But you look like Mickey. I'm a girl. 唐老鸭。分享一下，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
超梦幻的。有没有觉得心情扩大了？没有。那你现在心情是怎样？很复杂。错综复杂吗？对。好，没关系。五味杂陈。我不会啊，但是我还是带你来到一个最爱的歌迷区呀，不错吧？他刚说他是唐老鸭哎，他刚刚说他是唐老鸭。晚上要做噩梦。米奇跟唐老鸭，原来我们从小到大。刚刚一直说他是唐老鸭，你说可是你像米奇，我是唐老鸭，还是我们担心太多啊？其实他是安全。但他们求的是什么？如果你是女生，男生带你上去在上面的话，你会抱他吗？不会啊，他们很嗨呀、啊。然后就结束了。他们就是要这种快速，然后我们就是浪漫。但我喜欢浪漫。嗯，好吧，算了，拜拜。